好啦，起步跳出嚟最快咧，开边个档白色帽就系咧宾臣啦，咁啊中间粉蓝宝就科高苏，里边两只咧黄色帽就奇胜宝马，红色帽痴兰吉不列 M39啊，跑咗半路程，前面最快咧 M39 咧跑住中间位置嘅科高苏啦，第三位咧就奇胜宝马过终点啦，两只马一齐冲线嘅，咁啊都系开边咧就科高苏赢噶，第二名咧见到 M39 啦，第三名就黄色帽奇胜宝马，第四名就系白色帽嘅宾臣。好啦，咁啊，見到咧就內檔紅色嗰啲筆咧就係 M39，黃色冇奇勝寶馬，咁啊後邊一對啦，粉藍冇咧就係科高蘇啦，白色冇就係賓臣。